这个成绩要高于他的预赛。下面来看一下谢玉芬，湖南队。后直1080度开场，快速后团，逆转1080度。选手在技巧串之前不能停顿太久。900，选手一般停顿的时间就是为了调整呼吸，稍微休息一下，但是如果时间过长需要被扣完成分的。他的结束动作采取的是后屈两动，这是他的直体后空翻展体900度。这是在陆地上，也就是自由操场地上完成的交换腿的结环跳。同样这个动作如果在平衡木上完成，它的难度价值更高，因为它的落地的区域特别窄。